七势拳，对抗拳击直拳，主要进攻中门和边门。第一式，对中直拳，截拳打脸。第一式直拳。第一招，截拳打脸，中门进攻。我演示一下。再换个角度演示一下。对方以右直拳向我头部打来，此时我以七势拳的特点，腿法、身法同时移动，利用手法的灵活变动斩截对方右拳，然后翻掌打入对方脸部。完整的演示一下。我们再换个角度演示一下。我讲解一下它的组合动作。假如我在打入对方脸部时，对方可以后退，我可用推、磕继续攻击对方，随心所欲使用他的掌法、盘肘，随便可以运用。再演示一下他的组合动作。再换个角度演示一下。对方左拳攻击我时，我演练一下。再换个角度演示一下。对方以左拳向我头部击来，此时我仍以右掌斩截对方左拳，同时利用七势拳的特点，腿法向前小垫步，加上重心向下，再加上右掌的斩截，同时翻掌打入脸部。示范一下他完整的式子。再换个角度演示一下。截拳打脸，对付直拳，边门进攻，右直拳。下面我示范一下。再换个角度演示一下。对方以右拳、右弓步向我头部击来，此时我扭动身躯，腿缠住对方右脚跟，
右手斩截对方右拳，然后翻掌打入对方脸部。我们做一个完整的式子，再换个角度演示一下。如果对方出左拳，其用法及注意事项一样。下面示范一下它的用法，再换个角度演示一下。讲解一下它的组合动作。如果对方出拳攻击我，此时我已进攻，左手在对方背后，可随心所欲灵活运用，腿部背后都可攻击。左拳组合动作可以往后击，也可上步磕摔。我们做一个完整的式子，我们再演示一下。第二式，对高直拳，截拳打脸。下面我演练一下高直拳中门进攻，对右直拳，换个角度演示一下。对方右拳右弓步向我打来，对方高直拳向我眼部头部打来，此时我身体稍微有点下压，左拳格挡，上架对方右拳，同时靠近对方，推击右掌打入对方脸部。我们演示一下它完整的动作。换个角度演示一下。左拳进攻的要领和右拳一样，我们演示一下它完整的式子。换个角度演示一下。讲一下它灵活运用的方法，随便都可以运用。盘肘，下面我们演示一下它灵活运用的方法，再换个角度演示一下。截拳打脸，对高直拳边门进攻，我演示一下。再换个角度演示一下。对方以右弓步右高拳向我头部打来，此时我以右拳磕击对方，同时左脚上步缠住对方右脚后跟，以致使对方失去重心，然后出左拳打入对方下颚。
下面我们做一个完整的式子。我们换个角度演示一下。如果对方出左拳，他的用法和右拳完全一样。再讲解一下其灵活运用的方法。此时我可灵活运用利用七势拳盘肘的特点。如果此招对方不倒，我可继续用腿法、肘法，同时向后攻击对方，将对方打倒。第三式，对低直拳，斩首打鹰，对付低直拳，中门进攻，我演示一下。再换个角度演示一下。右直拳，低拳，极快的速度向我打来。此时我左拳斩截对方的右拳，同时上右脚缠住对方右腿，右拳与此同时打入对方阴部，以致将对方打倒在地。演示一下。换个角度演示一下。左拳和右拳的打法及应注意的事项一样，我们演示一下。再换个角度演示一下。可灵活运用，随机应变。比如我这一式将对方不能击倒，如果对方后退，我可以马步进攻，肩扛完全都可以，你可以灵活运用。下面灵活运用的方法我可以演示一下。再换个角度演示一下。对付边门进攻，低直拳。下面我演示一下。换个角度演示一下。右弓步，右拳向我打来。此时我挪动步伐，左手斩截对方，腿法、身法、肩膀同时靠紧对方，右手与此同时打入阴部，以致将对方打倒。我们演示一下它完整的式子。换个角度演示一下。左低直拳的打法和右拳的打法注意的重点事项一样，我们演示一下。换个角度演示一下。讲一下他灵活运用的方法。比如此时
我们处于这个姿势，如果这一式没有打倒对方，对方有逃跑的机会，这时可以灵活运用随机应变，比如这时腾出右手，可以按住对方的肩膀用力向下按，或者利用腿勾，灵活运用，灵活掌握。我们再演示一遍他灵活运用的方法。换个角度演示一下。第四式抗摆拳，左挡右顶肘。第四式对摆拳进攻，我空练一下。中门进攻对付摆拳，我演示一下。换个角度演示一下。对方以右摆拳左弓步向我打来，我可上左臂格挡对方右臂，然后小跟步上前。跟步是七式拳主要步法，膝盖对准其阴部，然后扭动右盘肘打入对方胸部，以致将对方打倒。我们做一个完整的式子。换个角度演示一下。左拳进攻的方法及注意事项和右摆拳一样，我们演示一下。我们再换个角度演示一下。讲解一下他灵活运用的方法。如果此事对方不倒，有退步的余地，我可灵活运用随机应变，翻掌打入对方脸部，以致将对方击败为止。下面我们演示一下他完整的式子。换个角度演示一下。左挡右按头对付摆拳边门进攻，我空练一下。换个角度演示一下。对方以右摆拳向我打来，我可上左臂格挡，移动右腿伸到对方右腿外侧，我重心向下，右弓步出右掌打入对方脸部，将其按倒在地。我们演示一下他完整的动作。换个角度演示一下。左摆拳的用法及注意事项和右拳一样，我演练一下。换个角度演示一下。在实战中灵活运用的方法，比如此时对方
有反抗的余地，我还可利用盘肘的力量打入对方胸部，以致将对方打倒，我们做一个完整的式子。再换个角度演示一下。双挑双推，对付摆拳，双挑双推，我空练一下。再换个角度演示一下。我们双方进行对抗，对方以右摆拳向我耳部打来，此时我可向前移动重心，腿身躯同时移动，出双臂上架格挡，此时对方露出胸部，我可重心向下，双拳变掌，利用七势拳的特点，根部向前挤紧对方，双掌推入对方胸部，以致将对方打倒为止。下面我们演示一下他完整的式子。换个角度演示一下。左摆拳的用法及注意事项和右摆拳一样，我们做一个完整的式子。换个角度演示一下。在实战中，我讲解一下他灵活运用的方法。比如在实战中，你有时不可能一招将对方打倒，比如对方他还有退步的余地，此时我利用七势拳腿法的特点和身法的灵活以及手法的灵活运用，以致将对方推倒为止，对方的退步肯定没有进步灵活快。下面我们再做一个灵活运用完整的式子，我演示一下。再换个角度演示一下。第五式斩截提膝，第五式斩截提膝，我空练一下。换个角度演示一下。下面我讲解一下他在实战中注意的事项和应用，比如对方以右勾拳左弓步向我打来，此时我出左拳下截，同时有一个小跟步，因为这个姿势你绝对提不起膝，必须有一小跟步趁势提膝，以致将对方顶倒在地。我们演示一下他完整的式子。换个角度演示一下。比如此时我没有顶倒对方，对方他有逃跑和喘气的余地，
此时我可右脚落地，右掌可直接推入对方脸部，以致将对方推倒。下面我们做一个完整的式子。换个角度演示一下。上面我们演示的式子是防御进攻，下面我以七式拳的特点主动进攻出击对方。第一式右手打脸，第一式右手打脸，我演示一下。我演示一下，换个角度演示一下。我讲解一下在实战中的应用应注意的事项，比如我主动出击，诱引对方，让对方伸出拳击，此时对方拦截我右掌，此时我下巴将对方的右拳扒下，同时利用步法小跟步进去出掌抓对方脸部。下面我做一个完整的式子。换个角度演示一下。随机应变的用法多种多样，你可以随机应变灵活运用。如果此事对方没有创伤，出动右盘肘是最有力的进攻方式，我可屈臂盘肘攻击对方胸部，此时腿也可以一起进攻将对方推倒在地。下面我演示一下他灵活运用的方法。换个角度演示一下。第二式右手卡喉，第二式右手卡喉，我演示一下。换个角度演示一下。我主动进攻，诱引对方，对方此时一定上右拳格挡，此时我下巴往下坠，再前进一步，然后出右手卡住对方喉部，以致将对方击败。做一个完整的式子。换个角度演示一下。在实战中灵活运用的方法可以随机应变。当我卡对方喉时，对方左手此时有机可乘，击我头部，此时我灵活多变，随心所欲，在卡不住对方喉时，我可结掌翻脸，翻掌打脸。我们演示一下在实战中灵活运用的方法。
换个角度演示一下。第三式，右手打耳盘肘，我演示一下他的式子。换个角度演示一下。我出右掌或右拳，右引对方出手，此时对方出右拳，格挡我右拳，此时我下巴同时向前移动身躯，出左掌打入对方耳部，与此同时利用腿法身法，然后换为右盘肘打入对方胸部，以致将对方打倒。演示一下他完整的式子。换个角度演示一下。他灵活运用的方法，如果此时对方没倒，此时可灵活运用，随心所欲翻掌打入对方脸部，或者用拐腿将对方拐倒。我们演示一下他灵活运用的方法。再换个角度演示一下。第四式，右手打耳撩音。第四式，右手打耳撩音，我演示一下。换个角度演示一下。此时我主动出击，右引对方，同时迅速上步挤紧对方，不让对方抽出右拳，抽出左掌击打对方耳部，同时抽出右手撩对方阴部，以致将对方打倒。下面我们做一个完整的式子。换个角度演示一下。下面我讲一下灵活运用的方法，比如此时如果撩不倒对方，如果对方出左拳攻击我头部，我可收拳格挡对方左拳，然后翻掌打入对方脸部，下面我们演示一下他灵活运用的方法。换个角度演示一下。第五式，右手打耳头撞。第五式，右手打耳头撞，我演示一下他完整的式子。换个角度演示一下。我讲解一下他在实战中应注意的事项和作用。我们双方进行对抗，此时我出右手右引对方，如果
对方出右拳，格挡我右拳，我可出右拳下截，出左掌，打入对方耳部，再利用腿法、身法的力量，用头撞击对方胸部。我们演示一下它完整的式子，换个角度演示一下。讲解一下他灵活运用的方法。此时我头顶着对方，如果对方有后退的余地，我可抽出右掌撩阴，以致将对方打倒在地。我们演示一下他灵活运用的方法和式子，换个角度演示一下。第六式，右手左右打脸。第六式，右手左右打脸。我演示一下，换个角度演示一下。我们双方进行对抗，此时我出右掌右引对方，同时出左掌打入对方耳部，再出右掌打对方耳部。我们做一个完整的式子，换个角度演示一下。下面我讲解一下灵活运用，在实战中你要灵活运用。如果此时对方没被击倒，可以随心所欲灵活运用，以致将对方打倒。这个时候我还可屈臂盘肘，同时向下压。我们做一个完整的式子，做一个随机应变完整的式子，换个角度演示一下。第七式，右手右拽盘肘。第七式，右手右拽盘肘。我演示一下，换个角度演示一下。我还出右掌右引对方，此时对方出右拳割倒，此时我可拽对方右腕向下压，同时移动身躯出击右盘肘，打倒对方。我们做一个完整的式子，换个角度演示一下。再讲解一下在实战中灵活运用的方法。如果此时对方没被打倒，还有还击的机会和余地，对方伸出左拳击我头部，此时我可出右手斩截对方，在收回的情况下
同时打入对方耳部。演示一下实战中灵活运用的方法。换个角度演示一下。第八式，右手右拽肩撞。第八式，右手右拽肩撞。我演示一下。换个角度演示一下。我出右掌，右引对方。此时，对方出右拳，割挡我右掌。我可拽对方右拳，向下按。此时，利用七式拳的特点，步法、身法同时运用，力气用至肩膀，撞击对方，以致将对方撞倒在地。我们做一个完整的式子，换个角度演示一下。讲解一下实战中他灵活运用的方法。如果这一式我将对方打不倒，或者对方有喘气的余地，此时我右手正好位于对方的裆部，此时可用右手攻击他的阴部。演示一下在实战中灵活运用的方法。换个角度演示一下。第九式，右手右拽打阴。第九式，右手右拽打阴。我演示一下。换个角度演示一下。我们双方进行对抗，此时我主动出击右掌，右引对方，对方出右拳，格挡我右掌，同时我扣住对方下拽，再利用七式拳的腿法、身法及肩法前进，以致将对方靠紧，腾出右手打入对方阴部。演练一下他完整的式子。换个角度演示一下。下面我讲解一下在具体实战中它的多种方法的运用，在实战当中要灵活多变，具体实战中多种多样，可能有预想不到的情况出现，比如这个时候不能将对方打倒，比如对方以左拳向我头部打来，我可收右拳格挡对方向外撇开，同时出右掌打入对方耳部。如果这一式还将对方打不倒，他会后退一步，此时我可右根部，然后出左掌打入对方耳部，再利用盘肘的技法扭转身躯，同时打入对方胸部，
下面演示一下在实战中他灵活运用的方法。换个角度演示一下。在具体实战中他灵活运用的方法。此时我们双方进行对抗，我主动出击诱引对方，此时对方格挡向我身躯击来，此时我利用七势拳、腿法、身法特点以致将对方打倒，比如利用腿法勾将对方绊倒，或者用拽灵活运用。下面我们演示一下在实战中灵活运用的方法。换个角度演示一下。